佛摩萨，大家好，我是曼谷猫。嘿，今天是我在台湾的最后一个晚上。今天晚上我想吃点不一样的。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去乐华夜市旁边的钱柜。钱柜啊，这个是每一个台湾人都知道的一个卡拉 OK 连锁品牌。话说钱柜不是唱卡拉 OK 的地方吗？为什么猫哥今天晚上要来这儿吃饭呢？原因是因为啊，听女朋友说，钱柜里面的那个牛肉面和水饺都非常的好吃。因为我这次来台湾还没有吃到台湾的牛肉面嘛，然后我就问女朋友，啊，台湾牛肉面去哪里吃好吃？然后女朋友跟我说，啊，那我们今晚去钱柜吧。虽然我没有来过台湾，但是我也听说过，多多少少听说过钱柜是台湾的卡拉 OK。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特意跑到卡拉 OK 来吃饭的啊。那究竟这里的饭菜到底好不好吃，他有没有骗我，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了。哇，这就是钱柜。所以你朋友要什么时候来啊？朋友大概多久啊？要不我们在这个大堂里先那个点那个牛肉面吃。没有在大堂，大堂，大厅，大堂。嗯，没有，是要去包厢，也没有人在大堂。真的假的？是吗？那我现在就已经忍不住想要吃牛肉面了呢。结果这个女朋友的朋友就是到了时间没有一个来的。嗯，我们先来这个乐华夜市找点吃的好了。乐华观光夜市。哇，深海奇鱼串，大家是在排这个吗？看起来很夸张的样子。那人口门口这个人潮真的是非常的夸张。反正这边比较有趣啊，大家都是自觉的排在了这个马路的中央，然后方便就是两侧通过，我觉得这个还蛮特别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曼谷猫。哎，卡到头了。我想一想，我来台湾都已经去了几个夜市了，饶河夜市，然后士林夜市，然后还有这个台南的就是大东夜市，还有嘉义的文化路夜市，台中的那个逢甲夜市没有去，太累了。今天我又来到了位于永和的乐华夜市。尽管如此啊，我去的这些夜市啊，也仅仅是台湾夜市当中的这个沧海一粟啊，还有很多很多的夜市啊，根本就是去不完的。像很多人推荐的这个通化夜市啊，这一次呢就没有去到。嗯，爬甘套，哦，这个泰文写的非常的准确啊。本次行程的最后一个夜市，打卡完毕。哦，一打啤酒，叫什么来着？那个牛肉面和水饺嘛，排骨饭，全要 all in。那这个就是点歌的 system。来看一看，钱柜排行，看看台湾人都喜欢看唱什么歌。On my way。你是我这辈子最想爱的呀。午间情，什么是午间情？完全没有一个会的，没有一个见过的。有卤味，哦，有很多种选择呢。亲爱的观众，
贵宾，我们要先点。请为提供健康、安全、欢乐之休闲场所，牛肉面。为了维护大众安全，哎，看起来就好，很好吃的样子。哪一个是比较推荐的？有吗？还是都好吃？都好吃。还有牛筋啊！哎，它这个电视声音能可以。菜还没有来，先干一个台啤好了。今天一共三个人喝酒，然后目标是多少？24厅。台湾叫罐吗？对啊。我们叫厅。厅是什么？厅就是这种铝罐的，我们会叫厅。今天的目标就是三个小时之内把它干完了。我一定会加时间的。是啊，一定会加。一定会加。啊。真的假的？你可以先躺厕所去。哇，钱柜牛肉面，哇，来台湾的第一顿牛肉面，啊、哦，很鲜呢，鲜呢、啊，不是咸的，哇，我无法想象这是出自于卡拉 OK 的。quality 是，天哪！或者你这里都一直湿湿的啦、啊。这个漏尿吧。白痴哦，我也要吃。吃啊！那我先喝，好吃好吃。还是你们是不是吃太多了，所以就觉得还好？就是吃太多，什么叫吃太多？应该是说这个算是就太常吃到嘛。就是算标准的那个 standard 的一个。对。哎，你们去台南吗？对啊。贱哎。我们去吃那个牛肉汤，有吗？好吃哦，好吃好吃。那有回来就带一点过去了。哇，吃了牛肉面之后，哎，对啊，牛起来了呢。辣椒，辣椒都还没来就开始了。哦，真的哎。你可以等一下下，对，你就要加辣椒了。味道又不太一样。是，那我们等一下辣椒。哎，怎么称呼？我叫 Leo。Leo。嗯。这个是炒卤味吗？对。嗯。传说中的就是钱柜必点，钱柜水饺。这个是钱柜的爬蹦饭店，钱柜大餐。没有人在唱歌的，大家都在吃东西。唱歌是等一下。唱歌是等一下哈。就是台湾的习俗，卡拉 OK 之前先吃饭。没有啦。哎，好的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做时尚行业吗？因为感觉很 fashion。时尚嘛，就是做美业。美妆，美容。发型。哦，发型。钱柜水饺。Oh shit。这边哪类一个啦？可是他平常不是牛肉面加辣油吗？虽然都是，就是各家权贵都是那个中央厨房嘛，统一配送，但是炒卤味，对啊，但是感觉品质真的不错。那边挺辣，感觉很可怕。你看那些吃货们，每个都吃超多的。那你要那个？他们好像很多都是作假嘛。用剪接啊。嗯。排骨饭。我就用他西家，他饭有先淋，然后等大概5分钟，我再用他的 LPP， 很好咬哎、欸，很好咬，对啊，所以什么就是完全不会有那个，有那种就是咬不断的那种啊，我没吃过，就是可以吃的久，你等下会很吵哦，我应该会受不了，对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哪一种？他不喜欢吵，就吹冷气啊，没带耳塞给你，真的，是你要先睡一下。我们是真的会很吵的，真的假的？只是因为在吃，所以又比较文静一点。哦，他很怕吵，他不喜欢喧哗。我们不是喧哗，我们就是小嗨。嗯，自然嗨。还有可以吃这个吗？酒精嗨。酒精嗨。然后那天唱完的时候，因为那天是就是我那个朋友本来就要约他今天来的，另外有阿本啊。浪才美，
今天晚上学到一个新词，广嗨，意思是广东嗨歌啊，指的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流行的香港粤语电音舞曲，代表的人物有郑秀文、黎明、郭富城、郑伊健等等啊，这些 Z 世代的冷门歌手啊。不过广嗨这个词啊，貌似只有台湾人用啊，至少我是头一次听到啊，香港人不太可能这么说，因为嗨在广东话里有别的意思。当然为了避免原声的版权问题，我现在用的是 YouTube 音乐库里的 BGM。 靠背啊，还有那个喂，哪个？超超什么？不得不承认，辣台妹们的活力远超我的想象，一直跳到结束。作为同龄人，我真的是太逊了，连站起来的动力都没有。怪不得台湾人很少有胖子。那本来我还想找个泰文歌来试试啊，可能因为太小众，买版权不划算啊，所以并没有找到泰文歌。不过也不重要了，我最大的心愿已经完成了。那我的心愿是什么呢？啊，当然就是把酒都干完了，不然呢？明天就要离开台湾了，感谢大家收看本期影片，我是曼谷猫，我们下期见。